呦，开心啊！好，爸爸，你看一身盔甲一穿，真的很有《奶爸》中的战斗机的味道。那你在做全职爸爸之前是做什么的呢？就很平常的烧烤店。你就这么狠心，能够放下那个自己的摊子来回家带孩子呀？感觉我爱人吧，他属于是稍微内向一点。在家里待着一年多呢，等于是弄孩子呢，就感觉，反正跟社会吧脱节比较大，出去接触一下呢，对自己的情绪上面更有帮助吧。哇，哎，我觉得这个老公真好哎。我平时感觉也确实很幸福。这是你一个人要去参与的比赛，对你来说这个比赛意味着什么？我去拼搏比赛呢，主要是要给孩子一个榜样，让他学会一个男子汉该去面对困难。给爸爸加加油。加油。好，来来，两位，让我们变小吧！准备好了，预备，开始！比赛开始。身为家庭主妇，对于洗碗得心应手的宋爸爸，一定没有料到有朝一日自己会像污水一样被排入下水道吧？爸爸，你这是要干嘛呢？营救落水的小海绵吗？儿子的加油声不绝于耳，给了爸爸极大的信心和动力。老爸改变策略，让海绵带路，自己则以标准的蛙泳姿势紧随其后。离终点还有一步之遥，宋爸爸爬上海绵，抓紧绳索，终于靠岸了。哎呀，并没有用到太多时间，宝强应该不错了啊。加油啊！好的，翻身下水，拨开水池中的泡沫，终于要脱离苦海了。宋老爸带着满身的泡沫艰难地爬出水池，不过老爸的体力看来已经严重透支了，比赛可是才刚刚开始啊。爸爸已经没有方向感了。老爸向菜篮子发起了冲击，虽然菜篮子关卡的难度不高，但是对于平日里整天待在家里带孩子从不外出健身活动的宋爸爸来说还是有点小吃力，终于拿到了饼干。宋老爸喘着粗气爬上了勺子，加油了，爸爸，看你的了，一下或者让你着急一下，来点番茄酱。老爸小心呐，沉沉的番茄风暴来了，番茄酱来了。吃惯了狗不理包子的天津老爸，是不是尝点意大利面换换口味呢？躲过了第一波的攻势，老爸死死的扒着勺子，哎呀，怎么自乱阵脚了？宋爸爸挣扎着从面条中站起身来，最爱你的母子俩在不断为你加油鼓劲，你一定要坚持啊，让儿子看看你围裙老爸之外更爷们儿的一面。好的，即使不断颠簸，爸爸仍在不断匍匐前行，向胜利迈进。好，再来一点，爸爸。哎呀，这回可是当头一跤，无处可逃啊。这点酱汁算什么，只要有了儿子的鼓励，神马都是浮云。在一阵花枝乱颤中，老爸终于完成了这一关的挑战，回到地面的感觉是不是很爽啊？这个得一鼓作气过去，要不然浪费时间了。就踏上诱人的甜甜圈，宋爸爸调整了一下呼吸，一鼓作气向前冲。哎呦，表现得太销魂了，饥不择食扑向了甜甜圈，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呐。体力严重透支的老爸连转个身都显得十分困难，抱住勺子，双脚像青蛙似的不停地扑腾着，可惜这不是水里，不然先前在洗碗池中的漂亮泳姿又能一展风采了。紧紧地攥着铲勺，你都快把勺子的衣服给扒了，估计是没希望没有了。在诸事大法的神奇威力之下，宋爸爸成功站上炒勺之巅，用力一跨抱住勺子，宋爸爸你又成功向前迈进了一步。取下护目镜，宋爸爸大战巨勺，决战一触即发，危险！爸爸脚底一滑，吓得朱珍花容失色，小心一字开呀！朱珍跳，我快一字开了我。一番折腾之后，宋爸爸终于成功跨过，不是成功摔过了这道坎儿。受不了我一个厨房了，我也扛。接下来迎接宋爸爸的就是香喷喷的巨型披萨了，人家都是助跑加飞奔冲上烤箱，您这一上来就改用爬，真是有突破性啊！一番尝试之后，宋爸选择从左路突破，每一步都爬得非常扎实，身心愉悦，爬爬更健康喽。
儿子最崇拜的老爸，就差一点了，胜利唾手可得，再加把劲儿啊！爸爸妈妈在旁爬，从第一关开始，马上看宝箱起来都好欢乐。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爬上了烤箱。哎，老爸，你这是在祭拜披萨大神吗？披萨大神保佑，让我轻松够到头顶的奶酪吧！这转盘也转得太快了，晕得我连这是啥口味的披萨都尝不出来了。奶酪就在头顶啊，只是怎么我就站不起来，够不着啊！哎呦，我这样笑不……老爸终于颤颤巍巍地直起身子，几轮旋转之后，伸手一拉，奶酪到手啦！连滚带爬回到了地面，真是不容易呀、啊！鼓励一下身心俱疲的老爸发起了冲击，哇，好纯正的牛奶啊！难道他就是传说中能让姚明长成小巨人，让刘翔成为跨栏王，让叶诗文成为泳台一姐的具有神奇功效的阿根廷原产 XX Esper 香浓牛奶吗？我要是在运动太忙，超级奶爸，这回你也算见识过进口乳制品了吧？儿子不知疲倦地扯着小嗓门为父亲喊着，老爸你一定要努力啊！爬上面包机，小心跳动的面包。哇塞，宋爸爸给突如其来的面包吓了一大跳。快夸的，加油啊！他慢慢的站起身子，像螃蟹般侧身前行，横着走。抡起勺子砸下阀门，耶，慢性子老爸你终于完成了。没有放弃。好，他姚总吧，就只是会一点特别浅会的，嗯，所以在水里边感觉耗费的体力特别特别大。通过这个比赛，一开始的时候也要证明一下，我是宋宝强，觉得你做到了没有？我做到了，就做到了，战胜我自己。心雨，你觉得爸爸刚才表现怎么样？最好。好吧，既然爸爸觉得自己战胜了自己，儿子又对爸爸很满意，所以呢，我也就不避讳说出你们的成绩，也不怕打击你们了。爸爸，你一共用的时间呢是12分07秒，12分07秒，喂，真的。